创意理财尽在运通。欢迎收看股市中原，我是蔡中原。这个最近这一个月的时间，蔡老师不断的在节目里头，不管是做持股上的一个检视，或者是投资们你手上有持股的问题，那蔡老师也欢迎大家可以做一个来电的一个洽询，去正视你手上的一个问题，正视你手上个股的问题，去检视你的一个财富减损的一个状况，然后呢去做出正确的决定，去做出该符合盘势上的一个节奏。那今天指数是一个大跌跟重挫，从这一波以来一路的往下走，但是呢这个月的时间，如果你听进去蔡老师的叮咛，你也听得懂蔡老师跟你谈的一个集中火力操作的重点，一长一短，好，一个重压的波段股去做所谓的趋吉避凶，去做呢化为转安，然后呢一档是短线，有低有价值有转折有关键机会，做个短线，一长一短，一个重压一个短线，好，两档股票非常的单纯也非常的简单。那这一个月的时间里头，我们看到了一些这个指数的一个变化，今天指数主要是跌金融，好，金融的部分，那当然跟人民币的一个部分出现这个所谓的一个大贬值也有关系，但是呢投资人也去观察一个重点，这个是宏达电，这一个月以来不断的破低创低，包含了像3673的 TPK， 好，这一个多月以来不断的破底创低，好，蔡老师跟你谈的这个个股都是全部都是真实的案例哦。什么样子的真实案例？包含了像这个8086的宏杰科，这一个月的时间以来，手上有套牢 TPK 的，蔡老师的叮咛跟提醒，蔡老师说呢，集中操作。如果你想翻身，如果你想把失去的赚回来，千万不要再错下一步，千万不要让你的洞越来越大，无法翻身。所以呢，在一个多月之前，不管是持股的检视，节目当中蔡老师也提醒了叮咛，我们说呢，有持股任何的问题，请你电话进来，让蔡老师来帮你。那这一个月的时间里头，蔡老师只跟我们所有来检视的一个部分的一个持股的部分，该砍的、该换的、该这个以跌去换涨，把你跌的股票呢去换成涨的股票，把弱势的股票换成强的股票，把不会动的股票换成有效率的股票，以股换股。TPK 如果没有换在假设170、180了。你没有出现，假设你没有换，如果你没有换170，我们算整数170，170跌到91，跌掉了80块钱。如果你没有换，或者是150跌到了90块钱，跌到了60块，如果你没有换，你这一段多赔了60块钱。但是呢，如果你有转换，买在350、360、370、380，甚至买在400，你这一段，你赚了60、70甚至80块钱的价差。联雅今天股价再创一个这个收盘价的新高，随时要突破这个高点。这一段行情里头，指数怎么跌的？这一段行情里头，你发现到哦，原来集中操作在一档股票身上，避开了指数大跌的风险，避开了很多个股跌掉了30%、40%、50%的风险。不仅仅避开，而且你还多赚。你还多赚了价差，一个赚80块钱，一个赔80块钱，一来一回就差了16万，就差了160块钱。包含了像宏达电，如果你没有换，这里都轻轻松松可以让你出啊，这里也可以让你出。如果你没有出，多赔了这一段；但是如果你有出，这一来一回你多赚了这一段。这个价差到底多大？352到这个今天收盘444块钱，买在360、370，你一张都可以赚了60、70块钱，6、7万块的价差，包含了很多很多的个股，不是只有一档两档。光是这一个礼拜的时间，
好，陈老师呢也不断的叮咛跟提醒我们说呢，请你去正视你手上的持股，包括像上个礼拜也是如此。如果你的个股还是持续弱势，如果你的个股法人是正在卖超，如果你的个股呢第二季的数字可以预期的是非常难看，比如说呢四月份、五月份、六月份的营收都知道，很容易去推估出来第二季的财报数字，或者是呢，如果你的个股是相对弱势，那如果你在这个行情里头，你去跟着我们的脚步集中操作，就集中一档股票，一档个股做重压，一档个股做短线，光是这三个礼拜的时间，蔡老师也只出手一档股票，就是3081的联雅。然后呢，8月5号呢再做一档短线，3152的景德。好，8月5号这里买进，中间含除息6.6块。好，昨天做一个出清，这一段价差也将近快40块钱。然后呢，在8月10号送给各位一份资料，做一个同步的操作，今天也是赚钱，而且今天指数是在大跌之际，好，跌掉了110点，大盘中场跌了110点，蔡老师今天所有的个股都是相对强势，而且在红盘之上，包含了像3081的联雅，今天大涨了5%。所以呢，最伟大的投机客柯志乱他说什么？筹码分析的本质就是股票握在谁的手上是非常的重要、非常的关键。你如果股票是握在输家的手上、握在散户的手上，或者是散户拼命买的手的一个个股，通常都是输钱。这也就是为什么蔡老师不断的叮咛大家，我们说3081的联雅，散单的干扰程度非常非常的低，因为散户根本不敢买。如果你不是蔡老师的一个家族朋友的一个讯息，没有蔡老师的讯息的叮咛，你根本不敢买3081的联雅，因为你嫌它贵，因为你嫌它高价，因为你嫌它盘势上危险，因为你觉得它涨多了会下来。但是呢，节目当中光是这三个礼拜的时间，蔡老师每天跟你谈，告诉大家，我们说呢，买这种股票最安全。当所有的散户都以为危险的时候，买3081的联雅最安全，为什么？因为法人资金在集中，法人资金把瓶盖股的资金退出来，比如说把 TPK 的资金退出来，把联发科的资金退出来，把纺织股的资金退出来，把这个所谓的生技股的资金退出来。请问，难道法人投信他会保留现金在手上吗？不是哦。他有基本的持股要做，就蔡老师的了解，每一档基金几乎持股都是90%以上。那他会买什么股票？他一定是做换股的动作。那么其中3081的联雅就是投信会买的股票之一，就是呢重压集中化，而且不是只有一家投信会买，是很多家的法人认同，而且呢散户越不敢买的股票，他越会涨。越没有散户干扰的股票，它越会涨。为什么？因为没有散单的干扰。所以呢，蔡老师跟同学做叮咛跟提醒，光是在节目里头的呼吁，苦口婆心、苦口婆心的在节目里头跟你谈，很多人还是做不到了。很多人甚至不在意，很轻易的就把它忽略掉。忽略掉什么？忽略掉蔡老师跟你谈的叮咛。我们说呢，你这个行情里头，你如果要化为转安，你如果要趋吉避凶，你如果要逢凶化吉，请你集中火力操作，把你手上的个股，请你好好的做检视，然后呢做调整脚步，调整好之后呢，集中在一档可以赚钱的股票身上，然后呢趋吉避凶，化为转安。所以这一波指数跌，你看从9000点这样摔下来，跌到8200，3081的联雅今天还在创收盘价的新高，这一段时间。它是 safe 的，它是安全的，而且它往上走还赚了价差。你不仅仅避开了大盘大跌的风险，同时避开了多做多错的损失，同时避开了很多个股无谓的损失，同时减少了你本来手上的股票会亏更多，减少你无谓的损失。最重要的是，你还多赚了利润，而且蔡老师只跟你谈这一档股票。光是三个礼拜的时间，蔡老师只跟你谈这档股票。
天天节目当中只跟你谈3081的联雅，只跟你谈一档股票，然后呢中间再插个花，一长一短，再锁定一档短线，就这么简单。所以呢，你说这个行情，你看今天指数跌再破低，跌到了8200，大跌了110点，但是呢，还是赚钱。今天有投资朋友打电话进来跟蔡老师说谢谢，说感谢，还好我当初 TPK 把它砍掉 ，TPK 砍在150去换股，换了3081的联雅，还好我宏达电把它砍掉，还好我联发科把它做换股，换了3081的联雅。感谢就是在这里，因为差异性实在太大。光通讯本身年复合成长率20%，邵老师说呢，这个商机相当的不得了啊。最大的关键，我们都知道，现在目前的光纤都是用铜线传输，但是呢，有个革命性的技术，这个革命性的技术哦 ，Intel 所主导细光，细光计划，包括像中国大陆也是。未来呢，整个光通讯上肥下瘦，所以法人说呢，联雅有机会拼当下一个大力光，但是呢，邵老师也直白的告诉大家，也肯定的告诉各位，这张股票散户很少人会有。如果你没有邵老师的讯息叮咛，你不是我们的家族朋友，你根本不敢买。为什么邵老师的家族朋友会敢买？因为有付出所谓的一些资讯服务费，自然而然邵老师自己只买这档股票，自然而然你也不得不买。但是呢，你没有邵老师的叮咛，你一样是不会做到化为转让跟趋吉避凶，因为你会画地自限，你会认为啊高价，你会认为啊这个应该要下来哦，你会认为盘势不佳，应该要补跌。但是呢，往往当你的认为，如果大家都这样子想，那大家都会赚钱，问题不是，大多数的散户都是赔钱。所以呢，散户的这个所谓的认知往一个方向越一致的话，通常都不会发生。所以呢，输家永远都是多数，赚钱的人永远都是少数。而且光是邵老师呢，从他挂牌之前就叮咛大家，到目前为止天天就跟你谈这档个股，只跟你谈一档股票，只跟你谈3081的联雅，只跟你谈光通讯的股王，只跟你谈当初新贵的获利王，只跟你谈我们说3081的联雅里头细光的产品是一个必然的趋势，站在巨人的肩膀之上可以看得更高，可以看得更远。然后呢，跟你谈说法人的投信哦会积极介入，时间当时邵老师就已经预告，当时投信的部分买盘根本没有，好，没什么买盘。但是邵老师说解禁之后，第六天，1、2、3、4、5，第六天开始，投信会积极介入，投信会积极介入。果然，第六天开始大买，6、7、8、9、10、11、12、13、14、15，连买了10天，天天都在大买。你千万不要小看这个100多张、200多张哦，100多张就5000万呢，200多张就1亿。他的资金在做换股，所以呢，散单的干扰程度越低，法人有影响股价的买盘越高，自然而然站在有利的一边思考，你就会发现了哦，原来买这样子的股票，原来能够创造财富，能够化为转安，能够避开风险，同时还能够多赚钱。3081的联雅，这从第一天的布局，7月24号再买，哦，再往上走，大涨，最高呢涨到457。蔡老师告诉大家，前波的高点457，随时都有机会啊。这里买进，这里买进，这里再加码，这里再加码，只要有低、有震荡、有黑，蔡老师就站在买方。8月4号这一天，蔡老师还在这个字卡上面写了一个关键密码，叫378。8月4号在这里。好，8月4号在这里，邵老师袋子已经剪好了。如果他创新高，邵老师就拿出来跟你谈，就拿出来做一个重播。8月4号这一天，最低370，邵老师说我们出手378，关键密码378，隔一天涨停425。那么礼拜一428，哦，今天444块钱，
集中火力创收盘价的新高，这一来一回的差异性，投资人你去感受一下，360就好了，啊，不要说360，378好了，到今天的444，你一张，光是这个一张的价差就60-70块钱，60-70块钱呢，一张就是6-7万块，10张就60-70万块，你做到一档对的股票。集中火力压进去，做到一档对的股票，很多问题你都解决了。你手上的股票，如果你有去正式有去处理，很多问题你都可以迎刃而解，你很快的你就可以解决。但是你越不处理，你越不做，你的翻身的机会就越小。越早处理一定是越好。像现在3673的 TPK， 曹哲跟你谈都真实案例，150块钱。掉到90家，假设150没有出，光是这一段就多赔了60块钱，那差异性非常的大。那如果有出，一个少亏60，一个多赚60，这一来一回就差了120块钱，10张就差了120万。所以我们不断的叮咛跟提醒大家，我们说这个行情这个局势当中最适合一长一短，一档个股呢做重压。波段式的掌握住翻身的机会，然后呢接下来是短线的交易，短线的一个操作的一个个股。所以呢今天蔡老师呢也再次的提醒跟叮咛，这里是我们之前8月10号送给各位的一份资料，就一档股票一档标股的机会。今天蔡老师一样把这份资料再送给各位，如果同仁有兴趣把握住电话的一个拨通，继景德之后接下来这一档，蔡老师预计呢最快好这几天这一两天的时间，它就开始会出现多方的反应，把握住多空意味抢赚第一波，欢迎做一个免费的索取，先赚先赢。但是今天蔡老师只开放10个名额，哦，只有10个名额，只限定10个名额的机会。有企图想要赚钱的，请你务必把握住这一档标股的机会。那我们休息一下，经过广告带再回来。多空意味抢赚第一波，有非常多的个股它已经领先落底，开始出现关键性的转折。所以呢，抢赚第一支，抢赚第一波，先赚再说哦。一档标股，好，一档关键报告的标股，一档继这个联雅之后集中操作的联雅，然后呢继景德做个短线的景德，紧接着抢赚第一支。好，一档标股的机会，免费的一个资料，只限定10个名额，把握住电话的一个拨通。气密窗专利复合式导块，水密性能超越国家标准3.5倍。鹅牌气密窗，2987-1111。春江水暖鸭先知，股市多空皆有兆，筹码盘算真名图，宗旨教化机中显，圆满人缘股中情，动如先机在其中。筹码大师蔡老师，让您立于不败之地，稳中求胜，让您稳稳当当赚大钱。速拨轮源服务专线02-2321-9933，02-2321-9933。理财新革命，投资新思维，改变就从现在开始。选对团队，轮源投顾为您精准掌握投资新脉动，选择轮源，让您财富轮源。专线02-2321-9933，02-2321-9933。投资自己，潜力无穷。现在订阅《理财周刊》，一年52期，限时加送8期，总共60期，只要8188。详情请洽订购专线02-2392-6680，02-2392-6680，或上李周网站查询。嘉一香活菌猪肉，全程活菌饲养，自然提升猪只免疫力，绝无药物残留。活菌猪生产，自动化电宰，低温分切，低温运送，一贯作业流程，是从牧场到餐桌都安心且外销日本的活菌猪肉。嘉一
香活菌猪，肥瘦都好吃。好，回到现场。今天指数呢是再创一个波段的新低。但是呢，今天蔡老师要带给各位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讯息，请你特别特别去锁定这个集中好股的一个机会。怎么说呢？同志们，你去观察一个重点，这一波指数往下走，那么今天是扩大跌幅哦，这一波从万点这样跌下来17%。超过将近快18%，OTC 更惨 ，OTC 跌了25%。可是呢 ，OTC 今天没破低，再加上呢，这里已经出现背离的现象，指标的背离，也就是呢指数破低，但是指标已经开始没有创低的一个形成背离的现象。那么内资法人是正在买超，那只是在做换股的动作。那今天跌都是跌金融，跌都是跌金融，所以呢，请你特别去留意集中好股的机会，你去观察一个重点哦。今天指数这样一波下来17%，这档个股还原全值是创高的，中华电信法人正在买超，1216的统一还原全值一样是创新高，创波段的新高，投信正在买超，9943的好乐迪相对的抗跌，投信正在买超，4137的 F 立丰创新高，投信正在买超，包含了2383的台光电，这一波相对的强势，投信推动上去正在买超，所以3081的联亚，它也是投信正在买超的股票，少数的标的，那呼应呢？我们在一个多月前节目当中，邵老师就告诉大家，接下来的盘势呢会开始进入法人的资金集中在少数的个股身上。后来经过了一个月的时间，果然验证，果然如同我们的一个预期一样，那这些法人集中在少数的个股身上，这些少数的股票形成一个最佳最佳的资金避风港，而且呢因为可选择的标的少，所以这一类型的个股会相对的强势。你如果要赚钱，就一定是有这个时机跟这个机会，你才有这个机会，一定也只有这个格局跟这个时局跟这个盘势的一个整个环境的气氛当中，你才有这种赚钱的机会。否则如果百花齐放，如果肋骨齐扬，如果每一只都涨，你没有这种机会。所以呢，提醒大家跟叮咛各位，趁着指数在大跌之际反向思考，去集中锁定在好股票身上。那么其中我们也跟那么提到过，科斯托兰尼他说股票握在谁的手上是关键，光通讯蔡老师也提醒大家，细光计划未来整个如果成功发酵，连法人都说呢是遵循不管是汉维科大力光的一个千金模式的一个状况。那么3081的联亚投信的买盘会积极的做介入，这里做布局买进，创高再创新高，来到457，这个是波段的历史新高，但是呢随时都可能出现一个这个表态的一个攻击，买进买进，加码再加码，只要有低我们就站在买方这里是到7月29，后来呢8月4号这一天差不多3378是一个关键，刚好就这一天了，378这个位置，那果然大涨之后呢，拉回又是一个机会，再买进，买进之后呢，隔一天涨，再创高，今天再创一个收盘价的新高。先机团队带领各位趋吉避凶，化为转盘。那么今天呢，再带给各位一档个股的机会，这档个股一样是跌升价值浮现，继景德、继联雅之后呢，一档好的个股，法人一样是站在多方正买超的情况之下，跌升跌了54.5%，把握住免费资料的索取，只有10份，只限定10位有企图的投资者，把握住这样的一个沟通。时间关系，我们一直会上去说明。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块气密窗，专利复合式导块，水密性能超越国家标准3.5倍。鹅牌气密窗，2987-1111。好，多空异位抢赚第一波。那么这个时期里头，你会发现到呢，已经开始有个股领先的先做关键的转折。所以呢，蔡老师提醒跟叮咛大家，抢赚第一支。那么今天呢，蔡老师呢提供了一档标股抢赚第一支的关键研究报告，但是呢，只限定前面10个名额有企图想要赚钱的，只有10个名额，请你务必做珍惜，把握住电话的一个拨通，先赚再说。欢迎来做一个免费的索取，但是呢，只限定10个名额。因为呢，为什么限定10个名额？是因为之前太多人不懂得去做珍惜，所以呢，蔡老师这一次只限定10个名额。前面10个名额有企图心想赚钱的投资者，把握住。好，这个蔡老师带给各位的一档标股的机会，只有一档，多空异位。理财新革命，投资新思维，改变就从现在开始。选对团队，轮源投顾为您精准掌握投资新脉动。选择轮源，让您财富轮源。服务专线02-2321-9933，02-2321-9933。春江水暖鸭先知，股市多空皆有兆，筹码盘算阵营图，宗旨教化机中显，圆满圆圆股中情，动如先机在其中。筹码大师蔡老师，让您立于不败之地，稳中求胜，让您稳稳当当赚大钱。速拨轮源服务专线02-2321-9933，02-2321-9933。革命投资新思维，改变就从现在开始。选对团队，轮源投顾为您精准掌握投资新脉动。选择轮源，让您财富轮源。服务专线02-2321-9933，02-2321-9933。理财周刊与赢家日报是您最佳的理财双拼，缺一不可。现在订阅一季理财周刊加赢家日报，只要9188。更多优惠专案，请立即拨打客服专线02-2392-6680，02-2392-6680。嘉一香活菌猪肉，全程活菌饲养，自然提升猪只免疫力，绝无药物残留。活菌猪生产，自动化电宰，低温分切，低温运送，一贯作业流程。是从牧场到餐桌都安心且外销日本的活菌猪肉，嘉一香活菌猪，肥瘦都好吃。我喜欢它的技术分析，线图字型都清楚。它的筹码分析让我知道哪一只股票大户拼命买。它的基本面完整，老师。